还没站好呢，等站好了，你看宋茜。大家好，我们是 SNS 4TEAM X。今天我们 MC 的话题是，你什么学过什么有用的技能？那么从严娜开始吧。耶！默默笑，同声不用愁。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X 严娜，欢迎大家来观看三角还是公演，还有小树的嫉妒 MVP 公演。耶、yeah!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公啊，过关了，谢谢。然后说起来，学过有用的技能，学过有用的技能啊。前段时间就是在金曲的时候，我学了两个有用的技能。第一个就是给自己贴指甲盖儿，就是美甲啊，美甲那种就是一次性的，然后就是为了不损伤指甲，然后就是贴那个指甲盖儿。然后第二个就是给我们队做那个医生，我们给我们队就是弄用那个什么瘦脸那个贴，瘦脸那个贴，就是贴完之后感觉没有用是吧？我跟你说，真是没有用。然后知道重点就是谁谁跟我借那个，谁说那个麻烦你，我这边想这边提。那你还有个技能呢？还有什么技能？就那个推拿、啊。我们在后台还有推背技能。哦，你还有一个技能啊？你还会占卜？对，占卜师。对，星盘。对对，确实。大姐，你上次说我什么来着？说左金元命硬，可以跟阎王碰一碰，你知道吗？笑死我！他说你命特别硬，你去跟阎王碰一碰。我说我倒也没有硬到这种程度吧。对，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这么多技能。主要是他一说左建命特别硬，我就特别相信他，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很厉害，你懂吗？对，他的心盘很硬啊，就是那种非常对。然后我就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还说那个就在那个金曲的后台，我们在推背，就是。就是涂美白霜那个，对，然后这个手法非常的那个，非常专业。对，以后有朋友们需要我这种干这种活的话，可以找我。对，就这样，谢谢。耶、yeah! ！人资本缺少是水，你们心中资本缺少是水。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ax 的成员杨冰怡，谢谢大家今天来看小树的这个 NVP 公演，嫉妒 NVP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yeah!。谢谢。好，唱得好。耶、yeah, ，谢谢。每个小狗头都想摸一摸，谢谢谢谢谢。我喜欢水。谢谢。然后说到技能，我刚刚立刻马上就想到，在我进团之前，你们知道我曾经也是一个粉丝。那个时候，我为了追星。我学会了 PS， 哇，那个时候真的，你看宋茜崇拜的眼神。没有没有，你是什么 PS？ 就是把你和你的偶像 P 在一起。我不干这种事儿，我不干这种事儿，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啊，我都是。那你干的什么事儿？就是帮我的偶像铲除。懂不懂？这样厉害了，键盘都要打得起飞了吧？对，我才不是那种 P 个结婚照放在那边，那种粉丝给我 P 的。你看，就
就是你要是学会 PS 你可以一天给自己 P 十张。然后就是那会儿，我觉得那会儿真的就是感觉因为是自己的爱好，所以非常沉迷于其中，还会剪视频那个时候。然后进团之后，进团这八年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我打开 PS， 他跟我好像从来没有相识过。但是让我说技能，我觉得比较有用的技能就是那会儿，就是那会儿追星真的是非常快乐，对，非常磨练自己的技能，大家说是吗？是。对，大家用爱发电辛苦了，谢谢。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阳阳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 sunny sunny， 一枚小太阳冉冉升起。Hello， 大家好，我是 SN48 Team X 的宋欣冉，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和小树 MVP 的公演，谢谢。耶、yeah。谢谢。然后有什么技能？就是想了半天，感觉有一个那个怎么让可乐保存器的技能。哎，好冷！让可乐干嘛？怎么让可乐保存它里面的那个气泡？可以怎么保存？所以你们是不知道的吧？你不喝怎么保存的呢？就是你喝了之后，然后你盖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捏到最上面。然后再盖，这样你下次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喷到你脸上那个可乐，是吧？是不是一个很深的小？我以为你是喝一口然后往里面打点气再盖上。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一青一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Max 的刘胜来小树，很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三角函数公演还有我的 MVP 公演，谢谢大家。耶！天上的人们胜过，至今心在四百场，对待舞台就会变，热情不减尽闪耀，留下他四百场快乐，人民舞台加油！谢谢。法外之地说那种话，他、我没，我也喜欢跟我解释，翠翠，我不是风纪委员哈、啊。好，说什么？然后说，
然后说一下我有什么技能，你们帮我想一下我有啥技能。你有让别人看你一眼心情就变好的技能。嗯，哇，这个是你有让搜搜很喜欢你的技能。真的，你知道搜搜经常在我面前夸嫂子，我可是他的好老公呢。鉴定一下，不行，马上就要最佳拍档了，我可不能这样，对吧？不能影响，不能影响。好，然后哦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还有什么技能，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成为别人的叫什么来着 ，staff 叫什么来着，经纪人，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合理的，你笑什么？对不起老师，开小差被你发现了。就是我发现，因为我跟小杨一起住，然后小杨是一个就是记性特别差的人，对对对，然后就是很多事情他都记不清楚，然后我作为他的室友兼一点点事业粉吧，然后我就在想，我一定就是可以，就是可以把他每一天的行程都跟他安排好，比如说8点到12点做什么，1点到4点做什么，6点到8点做什么，就是你要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要做你的工作，我觉得我很合适干这个。树，那你就不属于经纪人，你属于我的私人助理管家。对，管家。怎么感觉有点亏的样子？哎，你能不能去我那儿住一个月？我是什么？我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他不需要。你适合当他背后的女人。我也需要这样的管家。你可以的，你相信你自己。啊啊，可以可以。好，然后大概就这样吧，谢谢大家。耶！林真，想想做看气。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左娟，现在来看小树的 MVP 公演，谢谢大家。耶！左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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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么多人了，我们不想去土耳其，也不想去巴黎，只想去你心里波波。波波波波，谢谢谢谢。然后说到学的技能啊，我刚听到水水说他那个做他那个追星产出嘛，我想起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追星非常沉迷于就写那个 CP 文。对，我真的。那你会给你自己写吗？我不会给我自己写了，对，我只会给我喜欢的 CP 写 CP 文。那你喜欢的 CP 是？此时又为武博涵默默移开了脚步。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两个可以 battle 一下。他也在想 ，OK， 可以 battle 一下。就是以前，就是可以说吗？就以前喜欢上史的时候也会写那个 CP， 因为他们 CP 真的很好磕，好吧，磕过的人懂。然后进团以后也写过 CP 文，但是写哪对呢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没有学过那种什么就是关于那种就写文的那些，但是就是你饱含着一颗炙热的心，对，炙热的心，你就是爱他们的心，你就会写出真挚的感情。对，就是全是感情没有技巧的文，对，能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对，所以现在想想就是写以前写的那些文章都觉得挺有趣的。好，就是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H48TMAX 林佳怡，感谢大家前来观看我们的三角函数公演还有小树的 MVP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林佳怡，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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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妈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学会的技能就是剪辑，因为大家也看到这些没有用的粉丝是没有办法帮我产出的。所以说，就学会了剪一些那个搞笑的片段 cut， 然后为自己安利没有用的粉丝们。谢谢大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柯阳青青，现在观看我们的小树的 MVP 公演。谢谢。保护好嗓子，谢谢，谢谢。哦，哦，谢谢，谢谢他，谢谢你，谢谢，谢谢大家。然后这个什么技能，没用的技能还是什么技能？有用的，有用的，有用的技能。没用的只有粉丝。这可是，这是你说的，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有用的技能就是刚刚临时想到一个，就是美女你需要看手相吗？这就是一个有用的技能。变态技能？变态？谁说变态？就很有用啊，你不觉得吗？就是可能我握手会的时候，帮我看看命里就是有点什么吗？就是你命里跟我有缘。好吧，你说我要给你们写 CP 文了。可以可以可以，我等着看啊。然后我想到一个真的有用的技能，就是你们可能打嗝，就是可能会控制不住一个劲儿要打，对不对？然后我就搜到了，然后真的实践过，真的有用的一个技能，就是你站立的时候嘴里含一口水，然后弯腰，然后再把这口水吞下去，你就不会打了。水吞下去，确实感觉会了。下次吞水会了，下次就是你们要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请大家欣赏下一组小伙伴的 MC 吧。耶、yeah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成员王一柳，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参加函数公演，还有小树的 MVP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谢谢。我学会的进我讲一个我进团之后住到我们这个生活中心之后的一个技能，就是用电钻。电钻对，就是你怎么用呢？就是给我们各种成员拆床拼床、对，就是修家具。对，修家具，然后拿那个电钻。就是你说好好一个女团，对，就是不仅拼西瓜，又是什么爆破，又电钻了，是吧？对，就是这个团锻炼了我们很多的生存技能，然后还有什么铺床单呐、什么好多关于床有关。还会拼地板啊？我还会拼地板。我们还的房间现在的床是我拼的，地板也是我拼的。他可以把那个一整张海绵地垫，然后切割的特别完美。不对，你应该是你会插花。就是他在马桶里面插花，就是在网上买花嘛，就是你第一步是醒花，然后就可以放到马桶水箱里，其实那水是干净的，对吧？没用过，很艺术。但是你为什么不插你的马桶，你插我的马桶里？爱你，想把这个浪漫给你。好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瑞琪，感谢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还有 Tree Tree 的 MVP 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
然后没有什么技能啊，有什么技能？我想想，我进团之后吧，一些技能就是什么，感觉剪辑啊、弄照片、拍照啊什么的，好像大家都会。但我发现这些技能多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如果是粉丝的话，我会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粉丝，就会觉得就是会我的小偶像会被我弄得很漂亮啊，也不是弄得很漂亮吧。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图，然后我给他修，然后什么 focus 我也给他修，然后呢还有什么甜言蜜语我给他百度，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我的微博一定会被我装饰得非常好看，然后我的小偶像也是，就是但是我肯定也不止一个推，就是我感觉啊，因为河里这么多就是漂亮的女孩太多了，然后呢肯定就是我有一个置顶，这是我的一推二推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是我的哪个老婆，我的妹妹，我的女儿儿子，然后这种对分得很清楚，然后感觉技能就是这些吧。然后还有家居方面，好像我是进团之后才开始大家差不多想做做饭啥之类的。嗯、哦、做饭。对对 对，之前可能没有。那就这样，谢谢大家。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于佳蔚，现在今天来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和小树的 MVP。来。耶。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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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的技能的话就是组装家具啊，就是搬了新房间之后装床，然后装桌子这种，然后感觉自己看那个图纸就是突然长脑子了，知道吧，长智商。然后还有就剪辑吧，因为我之前我的 vlog 都是那种就是变声器开二倍速，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变没了那种，然后觉得我现在就是比之前成长很多了。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熊子毅，欢迎大家前来观看我们 Team X 三角函数公演和小树的 MVP 公演，谢谢。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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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谢谢。嗨 ，Hello Hello， 嗨，你好，然后嗨。然后我学的技能就是我刚刚上台前现场搜了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去拍证件照或者是什么东西，你就拿你的舌头顶住你的上颚，这样子你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比你普通拍出来的照片会更加的精神一点点。有点像生气啊，就是正常这样。顶住不会嘴角向下。你真的好像美羊羊。你好喜庆，我好喜欢。阿里嘎多美羊羊桑。阿里嘎多，继续说吧。然后我进团之后还学会了十字绣，学会了织围巾，学会了穿手链，学会了还有什么来着，画头像哦，各种东西吧，反正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工人、手艺人，差不多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那么接下来有请下一排小伙伴做 MC 吧。耶！问大家一个问题，长的天上草是什么草呢？天草。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小佳，天草。感谢大家看我们三角函数的公演，还有小树的 MVP 季度公演，谢谢大家。耶！王小佳，谢谢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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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哇，谢谢。哎，谢谢葫芦娃。
谢谢大家。然后技能的话，我感觉我进团了之后学会了很多很多技能，就是前面说的什么剪视频啊，然后包括就是修图，然后做菜，然后这吹卡祖笛，各种乐器，反正感觉什么都会，包括一些奇怪的那种整活也会。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想去学，就什么都能够学会，对吧？没错，对，太多才多艺了，往下加，哇！因为我刚刚问他们两个我会什么，他们两个说了一些很离谱的东西，擦玻璃，然后还说了就是爱如火，还说了什么 B-box， 还说了就是那个托马斯。你都不给大家展示，你都会，我都不会，我梦里会，我还会，他说我还会冻龄，冻龄，对呀，冻龄，现在还是16岁的样子，对，是那个，就是把年龄，不然呢，零。哦，普通话不标准，不好意思啊，是那个就是 LIN， 哦，冻龄，啊，然后就是我感觉我学会的最好的技能就是成为一个有趣的人，然后就是有一个发现有趣事物的眼睛吧，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星期一，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三角函数小树的季度 MVP 公演，谢谢。耶！谢谢。但是推的人也不管我。然后什么来着？有什么有用的技能？就是成为了快女，就是因为在以前在宿舍，然后一个宿舍人要洗澡，然后就要抢那个热水，然后就嗖一下洗完澡了，大概5分钟吧，就可以把头和就是全都洗完。然后现在就是比如说回到房间里面，别人刚坐下玩手机，然后感觉过了5分钟吧，我就嗖一下就可以睡觉了，就已经全部都结束了。对，就是我的技能就是成为了一名快女，做什么都非常的干净利落。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Max 的陈琳，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三角函数公演以及小树季度 MVP 公演。谢谢。谢谢。小辫子真好看。哦，谢谢。谢谢。技能。我的特别的技能就是我在生活中心学会了开和关。就是开关水阀，因为我们厕所马桶就是坏了很久很久很久，然后它总是漏水，然后谢天一就研究出来了，就是把水阀关上的就不会漏水了，所以我们每次上完厕所都要关水阀，开水阀，关水阀，开水阀。好棒技能，好棒的技能，对啊，就很棒的技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是你呀，好久不见。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伍博涵，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三角函数公演，还有小树的季度 MVP 公演。耶！伍博涵啊，谢谢大家。波波。好甜啊！辛苦了，终于见到了。哇，今天好帅！哇哦，对，但是今天要可能要一会儿要做别人的老公，就是不好意思。不是说你，不是说你。
你，不是说你，不是我。好，等着了，每封信四十八万字是吧？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武伯涵，家世系想对你说，武伯涵，你是我的神，妙妙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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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大公无私。什么？啊，没有听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说我自学的技能就是写文啊，对，这个算一个技能吧。然后还有一个技能就是水袖，就是我高中的时候看一个 UP 主叫梧桐，然后他有一个视频，当时在 B 站上就是耍水袖，就特别好看，我刷到之后就很喜欢，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个，我当时不懂，然后我说最长的耍起来肯定最好看，我买了个三米的，就跟白绫一样，然后我每天，我也不能拿回家，那个玩意儿我不好意思拿回家，感觉有点晦气，然后我就每天放学之后，晚自习下了之后，我在我们教学楼一个没有什么人的一个角落，然后我就别人下课了，然后我就自己偷偷穿上，我去那边甩的，我也没在班里拿出来过，但甩了两天，后来有一天挥的时候太长了，然后他好像把一个脚上一个监控头啊什么打坏了，我就没有再敢去，结果我就没敢去，之后过两天，然后班主任就问我们说是不是知不知道教学楼就是闹鬼，然后那个鬼还扇了监控一巴掌，然后把这样一个监控头给扇坏了，就是可能我也没敢出来承认，然后老师也不知道，如果老师看到这里，希望老师能支持一下我现在的事业，谢谢老师。哦，就这样。嗯，耶耶。猫派狗派番茄派，想成为你心中的女一号。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X 的驴口口一，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三角函数和小数的季度 MVP 公演。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什么？哦，谢谢，哦，谢谢。我的技能，我昨天刚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就是武伯涵教我学会了贴假睫毛，然后今天宋欣冉知道我会贴假睫毛了，就一直夸我说啊，口口一你好厉害，你会贴假睫毛，我都不会。然后呢，我就跟宋欣冉说，我说因为昨天武伯涵是手把手教我的，是怎么手把手教的呢？是这个样子。然后宋欣冉说，那你能不能也手把手教我呀？会的，晚上回去就教。为什么是晚？然后我刚刚还想到了一个技能，进团了以后我学会了变换自己的声线，就是我的声音可以变。怎么才会呀？夹起来了，夹呀！我要夹一定也很会吧？我不会呀，怎么会这样呢？这一拍，人家一点都不可爱呢。这一拍不会真的有人不会夹吧？天一哥哥呢？天一哥哥呢？我不会。
好不会。谢天一在私底下都是这样和我们讲话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和谢天一学的，我不会。谢天一来找我的时候，都是说扣扣一，我好想你啊，扣扣一。我不会。就是进团以后就学会了把自己的嗓子捏起来讲话，我的粉丝也非常喜欢吧。那我以后多夹一下吧。MC 三也期待你这个样子，一会儿看麦也要这样子哦。好的，就是今天的 MC 一就讲到这里了。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非常精彩的 UNIT 曲吧，谢谢大家。Yeah.